好，熟了嘛？你们天天上班好准时哦。农村生活，麦进城，现在还成了我的一份工作了，拜我的老为止。那些洋芋都是村头的叔叔娘娘辛苦挖出来的，我想把村头娘叔叔娘娘种的那些洋芋给它区分出来，大小分开卖，那样价钱卖得更多一些。还带个洋芋味儿，你闻嘛，是吧？马上哈，还没开城呢。哎，来了，来。好，收到了，谢谢娘娘。来，那个大的2.5块，小的，小的3块钱一斤，贵5角钱。要得，还要得。是我们那个地方是山地，挑粪担粪的是辛苦得很。我谢谢。哦，我给你弄个大的哈，我给你装个大的。哦，好，5块4，收你5块钱。来，找到了，5块的。反正哈，来，叔叔先吃哈。嗯，哎，你的也是5块钱。嗯，来嘛，来来。13块钱，我来捡，我来捡。娘娘，我们那个洋芋好吃哎，它是真的是农家肥弄出来的。到了，听到了的，慢着哈，娘娘。嗯，那个小点的3块，那个2.5。小点的还3块呀、啊？哎，嗯，这个洋芋是山头的沙地洋芋，它味道要好吃些。那种2.5，那种2.5，那个下面的3块钱一斤，小一点的要贵点。好好，娘娘，好的，谢谢。叔叔要称点吗？那种小一点的拿起回家烧肉好吃。对了，这个季节是新鲜洋芋正是时候。3块的2.5，背到头的我还没挑哦。我大的没得经济哈。哎，4块钱，看看。哎，谢谢。叔叔的也4块钱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。叔叔，嗯，好，哎呦，你们买菜好早呀！哎，好，真大的，好，要得。我也喜欢要大。嗯，不是我个人种的，是我们村里头的，我的邻舍包子50串，来找你3块，好吗？嗯，好。那3块，那个2.5。收你8块钱，那个3块，那个2.5，给我3块，谢谢。慢着哈，师傅。哎，对的，3块。那个是马尔科洋芋。哎，好。哎，好。来，这是。要的那种。啊，你的3块钱。哦。来嘛，娘娘。是新鲜的。娘娘，那个3块的2.5，那个小的还贵小的要嫩点儿，我就是把它稍微贵贵5角钱。来的，不是，不是琵琶，3块的2.5，3块的2.5。那个小土豆好多。3块，那边2.5。耶，师傅，称点吗？好的，来。那个2.5，那个小点的3块。哎，好，是4块钱，6块钱。师傅，你的6块钱，哎，你的大桌的，对头，6块。慢着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叫珍珠啊？你叫珍珠呀？2.5。好的。嫩洋芋，新鲜嫩洋芋，村头的洋芋都快卖断货了，但是还是要带些洋芋在市场上来卖，因为有好多老顾客他们都不会网购，一定要照顾到起。哎，落了一个。嗯。还。双手可以。啊哈，张嘴起了。6块钱，哇，买两个，满满的一杯了。
那也不敢买了，买去背皮。那个三块的两块五。两。谢谢。谢谢你，好，慢走哈。慢点哈。两块五。我们村头的洋芋，史无前例的，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把它卖完了。在此，燕麦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网友们的照顾。收的11块钱，11.3块收的11块。好，慢走，够了啊。好的。10块钱。别动，7块，对的，好，慢走哈。买洋芋嘛？洋芋啷个呀？洋芋，看嘛，小洋芋，那个3块，那个2.5块。米哪个时候出？是不是？8月份。哎，8月份。好、哦。哎，坐到线板凳。好，慢走，叔叔。洋芋啷个？3块的2.5块，那个2.5块的3块，小的还贵，小的3块啊，我也是你说小的，好，不谢，慢走哈，哎，好嘞，压不压得哟？番茄拿出来哈，你包包好方便，后面扣钱，前面装菜，好，慢走哈。好，收了嘛？你们天天上班好准时哦。窗外雪，那个洋芋卖的还可以，拿了200多斤洋芋，卖了还剩恁个点儿。像那种一个一个的都不用切。那个多少钱？2.5块。好嘞，好嘞。那个皮子还好胖。哦，现在是好胖。哦，好久了，好多时候。哦，就是。哎，洋芋啷卖嘛？2.5块，那里。好，慢走哈。那个洋芋你买了吃了，你都晓得了，它好吃，新鲜的，鲜挖的。好，慢走哈，师傅。好，慢走哈。谢谢照顾。嗯，生态土豆，土豆。好，8块钱哈，这是叔叔的哈。5块钱，师傅。谢谢。啊，这哪个呀？好，啊好，来来这，用刀斧啊，5块钱。哎，小刀，好，那是你的。3.5块。小妹儿。哟，你拿的拳头吗？好，你的3块。好，你的三来。3.5块。嗯嗯，对，3块钱。亮亮，我在你旁边摆一会儿哈，那边太晒了，洋芋晒了不好。谢谢你。好，我就挪过来一点点。那个是老品种的洋芋的嘛？哎，皮子很好刮，又还很薄。7块钱是否？2.5块。七块钱一斤。七块钱。7块钱。2.5块一斤。偷得给我晕了。还有点收15块钱嘛。收的15块钱嘛。好，15.2块。好。好，7块钱。好，7块钱。来，好，慢走哈。买洋芋吃嘛，新鲜的，真的是新鲜的，新鲜洋芋好吃。啊，先去吃嘛。对呀、啊，煮一个一个的锅巴土豆好吃。卖空了，都是开心的时刻了。数钱数钱，200多斤洋芋全部卖空，卖了有600多块钱，收摊儿回家了。有村头1万多斤洋芋，今天正式卖空，全部卖空。
走了。啊。走了，娘娘，你们还忙哈哈，拜拜。请了你养儿用女婿，春天肯定都要卖野菜噻。哦好，那个地方找别个站了。哎呀，那累了。好，那里我把你路拦了。啊，马上我们趁了就走。20块钱啊？哎，好。哎，刚刚都下来了。5块，哎，好，收到了，慢走，姐姐。5块6，收你5块5，来，师傅找你，5块5，好，慢走哈，师傅。看嘛，这儿给你的，5块钱，哎，好，你还要小笋吗？当那个呀，你是野村吗？哎，野村。多少钱包啊？2块钱吧。哦，那也差不多。3包吧。3包，好。25、26、27。那个好多啊，那个春燕那个卖。春燕啊，春燕5块钱一两。那个是新鲜采摘的，慢走哈，妹妹。哎。哎。那个好钱吗？13块钱。20块钱吧。2块钱。哎你是啷个卖啊？2块钱吧。我买那么多啊？16块钱，12块。哎，我们在福利临时哎，好，慢走哈，奶奶。谢谢。谢谢你。我还说临时卖一吨了，结果在这个地方卖了恁个多吨了，都快卖到100块钱了吧？走了，走了。嗯，那个地方是路口的嘛。嗯。哎呀，都在这个位置摆。看嘛，那是春天的野菜。想得很，那个是山上采的。赖婆婆她喊我把那个树丫丫搬起来打广告。那样更有卖相一些，选点春燕嘛。春天都是要吃春燕的。好多钱包？2块。好。哎，春燕，春天都是要吃春燕的。30、32、34、35。35。好，慢走哈，师傅。摊位把它整理一下。哟。那个香葱了没？香葱2块钱一把，来一把哈，好，15、16、17、17+5，20、22，哎，不要拿，好好慢走哈，美丽，哎，要我等呢，我等5块钱一个，收你4块钱，找了娘娘，我就找你一颗硬币，没得纸币得了，哎，一把也得几块钱，5块钱一两。谢谢。鸡蛋我没高兴去收。有我的吗？5块钱一个，哎。好点个。5块钱一个，那个鹅蛋是真正的农家鹅蛋，是赖婆婆家的。给你算8块钱。没有。你能够远来照顾。哎，春燕好像就。你接一些出来。啊，春燕，请一辆。5块钱一辆。哎。那烧的那个。你要烧的吗？那里有3种的。这里有3的。好，慢走哈，师傅。春燕，看嘛，5块钱一辆。那个小水了。小水了。哎，2块钱一把。那个是要称吗？哎，称一下嘛。这样。好，这个15块钱，19。慢走哈，美丽。来买折耳根，新鲜的折耳根。哇，
一哈哈时间都卖了几百块钱了。春天卖那些野菜太好卖了。今儿给他八块钱斤两两，还要洗水。都是洗了的，洗了。对，洗了的放不得。我给你抓哈。你那个好便宜吧？那个两块钱吧。好，三块钱。五块，八块吧。好，十九块钱，姐姐。哎，好，好多好多。哦，好，慢走，姐姐。嘿，嘿，那些野菜，春天卖那些野菜太好卖了。是不是给你装到一起哈？不要得就是嘛。可以，那里有三的，干干的，没洗水，亮亮，你放心的称，拿回家放很多天都可以的，吃好多，洗好多。才十块钱的嘛。好。亮亮收的四块钱，冷不冷了？没发水，啊这个、没发水，没有发水。你们称回家吃好多都洗好多，七块钱，刚好啊。多了点点，算你七块。野生的，吃露水长大的。啊，收到了。好，姐姐慢走。啊，七块二，收的七块。收到了，师傅慢走。找你三块，好，慢走，你的，放心的买嘛，买回去吃，其口感都不一样。第二呀，他这个还有，我在上面是说我不走错了，我就买了他大。啊，这，你买米的吗？他上次买了米。那是两个炒米有吗？八块，来找你两块。哎，哎，好，收到嘞。收到的，收到的，哎，好，慢走哈，两位。很香，那个是十块哈，那个再来一斤哈，哎，八块的，十块，十八，好，慢走哈，谢谢，三块，我吃那个这儿那个，三块的，我经常刷抖音都刷到的，十五块钱。经常刷抖音都刷的。哦，谢谢美女。还有一个师傅。好，三块钱。给你多抓点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好吃。这个折耳根真的好吃。好，收的十二块钱。那个折耳根香。好，谢谢你，乖乖。一共十六块钱，卖空了嘿，把那个样品给他撇下来卖了。赖婆婆说的那个方法还很管用哎，摆到那点儿，吸引了好多人来看。看嘛，我给你，你好的，晓得。好，慢走哈，两位，卖空了。最后那几斤折耳根干脆不卖了，隔壁邻居的一家分一点，给他分成三包。每次到那个地方来买菜都麻烦他们，分成三包，卖空了。二十斤春芽，二十五斤折耳根，全部把它卖空。又到了最开心的时刻了，跟你说嘛，今天的收入已经破千了，卖菜以来那次是最高最高的一回儿。收摊儿，收摊儿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。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，你也想要吗？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。
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。